一个疗程多重功效，面部护理纤体效果比一般仪器快超过两倍，全球超过100万人次接受过佢嘅治疗。佢就系由意大利光学专家 Sharp and Botanica 研发嘅 Slim Light 6.9 光能雕塑搣之仪啦。Slim Light 6.9来自活化细胞嘅远激光 LED 冷光治疗同埋负气压吸脂功能，只需一个疗程就已经有通经络、减肥、修型、去水肿、嫩肤、去除黑眼圈等等多重功效，帮你极速提升面部肌肤，火速修身。 Slim Light 6.9 所输出的红镭射 635nm 同埋远红外线镭射 904mm 分别可以渗透组织同埋深入皮层，有效活化同埋修护细胞，刺激细胞的新陈代谢，作出彻底性的治疗。Slim Light 6.9 更加会释放三种不同颜色的 LED 冷光。 LED 冷光是一种无痛楚非侵入性的治疗，完全没有副作用。红光可以刺激循环系统，活化细胞的代谢，更新皮肤，而蓝光有抗敏止痛的功能，而绿光则有效治疗色斑、暗哑等等皮肤问题。当色光照射在皮肤的特殊部位，就可以把信息带去经脉器官，帮你平衡身心灵的能量，调整内分泌功能，加强淋巴排毒，释放身心压力。除了光能治疗之外， Slim Light 6.9 还配合了负气压的搣脂原理，双管齐下，纤体效果比一般瘦身仪器快超过两倍。为了配合身体不同的部位要求， Slim Light 6.9 更特别增设两个不同大小的光源头，这样令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可以自然地随你所愿接受疗程啦。 Oh, it's extremely effective, much better than the other treatments I've done before and the other machines. There have been clear improvements of my various problems. My fat belly, arms and thighs have all gone, and the facial problems like pimples, dark circles under my eyes and the wrinkles have all gone and wiped out.Just in one time, Slim Light 6.9 is essential to all ladies. Slim Light 6.9 只需要一个疗程就可以彻底根治皮肤、肥胖等等的问题，比市面上一般仪器更安全、更快速、更有效。